running and ru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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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ning and. In this context, there's no disrespect, so when I bust my rhyme, you break your necks. We got 5 minutes for us to disconnect from all intellect and let the rhythm affect. Inhibition, follow your intuition, free your inner soul and break away from tradition. Cause when we be out, girl, it's pulling me out. You wouldn't believe how we wild out. We burn it till it's burned out, turn it till it's turned out. Act up from northwest, east side. Everybody, everybody. 微风吹起风车的转速，扬起童话的序幕。天空偷偷的羡慕，手牵手前进的脚步，听见前方城堡在欢呼，专属你我的乐土。时间仿佛都停住，585，快快来庆祝！我们签下关于爱的契约书，收到天使射来的祝福。 青春就是契约，附赠礼物，一辈子去守护。我们签下关于爱的契约书，说好相伴，永远不孤独。抱着快乐一起冒险付出 ，Let's fall in love with you。我们签下关于爱的契约书，收到天使射来的祝福。 青春就是契约，附赠礼物，一辈子去守护。我们签下关于爱的契约书，说好相伴，永远不孤独。抱着快乐一起冒险付出 ，Let's fall in love with you。 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不管天上的云怎么笑，路上行人怎么看我，我牵着你的手，我会心紧张，又会有些彷徨。不要紧张，不去彷徨，别说害羞的话，还有一年慢慢的讲。 天上的云怎么笑，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这张呢，它是其实它的全写是 J Home， 就说一个家庭三个男孩，就是我们有不同的地方组在一起，就是一个家庭这样子。哦吼，家 Home 借我芭蕾，确定吗？确定，一定确定，以及肯定。观众们确定吗？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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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 哎呀！哇！哎呦！啊，好帅！来，阿浩，芭蕾，来个爱的契约书，来，主打歌。 来，有请。收到天使射来的祝福，青春就是契约，附赠礼物，一辈子去守护。我们签下关于爱的契约书，说好相伴，永远不孤独。抱着快乐一起冒险付出 Let's fall in love with you。 谢谢谢谢谢谢。 你的双手吸引我的双手，我像月亮围绕着地球，不停奔走，只盼能够为你停留。你的眼眸细意耳语的邂逅，我不再害羞，陪在你左右，一生相守。 茶饭不思的理由，我是你对镜梳妆的借口，我心跳的节奏被你呼吸遥控，万有引力让思念互相作用。你给我一望无际的自由，我给你一往情深的温柔，牛顿的你是相爱的缘由，你是。 被你呼吸遥控，万有引力让思念互相作用。你给我牛顿的红苹果，是夏娃的诱惑，万有引力是相爱的缘由。跟大家先来介绍，大家好，我叫小弟，中文名叫罗毅。我们经纪人之前是帮我们，我们之前发了一首单曲嘛，叫《爱契约书》，然后帮我们策划的时候是宋老师宋文善。 互相报下料嘛，还可以。那好吧，我就想说一下队长 Jason 他的性格，他性格是怎样的？其实你们刚才也能看出来吧，应该就是非常非常的自信。对，对，队长他确实是因为他自己舞蹈方面特别擅长，特别是 hip hop 啊街舞这个喜欢上这是有控制了，基本功的感觉。 真的有念过，好晕哦！有晕哦！之前他们的经纪人啊，就是小虎队的前经纪，是不是？会不会教你们一些小虎队以前的舞蹈？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你好，加上帅、劲、十足，就学会跳舞这个舞。对，好，接下来重复。 我爱你，因为我爱你。好，再一次，进，往前进一步，再一次我爱你，捡石头，好，再一次，交叉脚，双手，哦耶，往前 ，AD pose， 要跟你来玩游戏了啊！加油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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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秒时间，祝你们要好成绩，准备。 开始，接着有小朋友生病了，或者是病了，3个字有小朋友生病了，或者是缺课，爸爸妈妈会给他熬什么，他们补一补。什么脑白金？熬什么？生病的时候。什么汤？乌鸡汤。不是的，是女生喝的。女生喝的乌鸡汤。不是的，是为了长骨头的。就是那个可以让长骨头的，那还有钙。有钙。 骨汤，加油！几个字？就是3个字，长期和着唐僧去西天取经的。唐僧去西天取经的吗？下，大白马，白龙马。好，下题，知道。你换一题吧。你干嘛？日本人喜欢吃的，右手把日本人喜欢吃的，右手把米饭2个字，右手把米饭。 一团的，这个只剩下它装饰。是不是？饭团。把米饭捏成。接着。可以飞檐2个字，可以飞檐走壁的功夫。可以飞檐走壁的功夫。功夫是什么？是什么功夫？有一带一点。轻功。 那那我们请这个两组嘉宾把那个耳机戴上，戴上耳机啊，准备了。这时候他们应该耳机里有非常吵闹的音乐，没错，应该你是完全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的。对，好，我们来看看第一轮到底有哪些歌，请准备。 砍切了之后睡觉，虚如刀割，切了睡，歌，好想睡觉，好想睡觉是什么歌啦？没有这个歌了。哎，漂浮，哦，机器人，旋转，旋转几个字？好，几个字？朝你跑，哦，知道了。下一首，下一首歌，来，来，不要放弃，来继续。好笨。 心里想不清楚，好不好？骑马尾辫，哎，完全不知道。头发不能飞，白龙马，答对。下一题。2002年的第一场，雨飘了，非常冷，下雪，雪天，2001年，同时答对。好，我们来看下一题，都一样的。 啊，受伤了！啊，非常痛！就是演唱会啊！吉他飞鸟，什么？《千年之恋》答对！哦，下一题。好累的。摇摆。你们俩是在给谁表演啊？谢谢达波利。你。神笔马良。 学都学不来。哦。头。我是个巨人。头。你是在模仿跳舞？一样的话。好大什么？头顶。对，他说。漂亮，来再讲讲上一个天，对吧？站。裙子。Smile。 什么东西？看啊！洗澡，我爱洗澡。香水有毒，这是有毒的百合。哎，要拿住这个要吃着哈。香水百合，不能说话，奶嘴得含着。奶嘴含着，切了一半。什么？月亮，月半弯。答对，下一题。 30秒倒计时了。美梦飘，这个好容易解。美丽的神话。你们俩是疯了，你是疯了，我自杀。答对了，10秒倒计时，最后一首歌。你好厉害。上节目，答对了，时间还有一首歌，快！ 答对了，过下一首。好，时间到，我们来看看那两队的总成绩哈。哎呦，没想到我们的 J3 组合答对了7道题。好，我们来开始。跑步，拉肚子，运动，怀孕，睡觉，吃饭，梳头发，做头发梳，梳子，孕妇。 跑步，无所谓，whatever， 孕妇，听妈妈的话。答对。你看，现在完全没有做动，哎，工作了，哎。太阳当头照，距离什么，笑，快，好，背书包上学校。答对了，下一题。你说下辈子。 我怎么了？我下雨。你爱我，我死了，我没下雨就饿上了，我死了，抱着你，下我的心给你。下一题，死了为爱。下一题。OK。你怎么每次都跑步啊？跑步怎么又？爬楼梯干嘛呢？爬楼梯。蜗牛。水牛。跳舞。哇！一浪接一浪，前浪推后浪。完全不知道这个歌。运动狂龙下一题。哎呦，好累。其实他们两个人的效果是一样，一个是没做，一个是做太多。嗯，来下一题听一下。你叫什么？这是干什么？娘炮。 很绅士，很庄重，辣味炒肉，辣味炒肉，答对，下一题。我是一只狐狸，下一题。炒菜，答对了。你们是在看谁看他吗？你是要先不看自己人。下一题。什么？快速度！又背书包，又走。 又上学，又背书包，又小孩，上学歌，叫什么？上学歌，不对，小二郎是不是小二郎？但是哎，歌名不叫小二郎啊。十个，什么呀？9、8、7，数数倒数。姐姐，好吵，你妈打起来了！姐，我过来比吧。 请将眼角的泪拭去。哭了，你们累，别哭了，人家怕你干嘛要怕？痛不欲生，心如刀割。你跟我说拜拜，再见，我就死了。木头人，这下一首歌。下雨。你怎么又走了？ 我是一个小白羊。当兵的人，10秒倒计时。我可以不知道。大眼睛，答对了，下一题。7、6、5、4、3、2、1。 这一轮我们来看一下总成绩啊！这一轮我们这个王琦和娜娜答对了7分，7大分，恭喜！朱静的表现真的是劳苦功高，一直往地上爬，一直装死。来，我看看这个 J3的成绩是稍微差了一点哈，4分，哎，也不错。我们总成绩来，马上进入音乐教室，武力承担，够了啦，受惩罚啦！ 请注意听我唱歌哦！变身题啊，不是变身。你还是我，只相信伟大的四感情。什么歌？真好玩！好，来，请听第3题。请看 MV 回答。 视频题，我们来看一下 MV。慢动作，缱绻胶卷，冲破默片，定格一瞬间。我们在告别的演唱会，说好不再见。你写给我的第一首歌，你和我十指紧扣，默写前奏，可是那然后。 来，已经有人抢答了，你题目都没有听就去抢答啊？你确定？那你做就做了。罗毅，你都是已经选择要做了。好，来 ，OK。没关系，我还出。我们来请听题目，出吧。刚刚情歌中，在刚才的 MV 里面，老师上的是什么课呢？好像是上的音乐课吧？音乐课，正确答案是 B-box。数学课。 去抢答，看看下一道题。2位天后演唱过。2位哦。题是宋朝著名词人写的。我知道。来，赶快抢答！明月几时有？有关的。快抢答！请说出。不要冲动！啊，要冲动了！罗毅是一个冲动的人啊。他居然这样都可以跑出来。请问这首歌的歌名是？ 哦，对，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除了不。